那时候小孩还很小，我又是急急忙忙弄一弄，我就赶快到婚宴现场。我想说至少要先补妆一下，那一桌同学大家看到我就说姐很像一个韩系女神耶。对耶，哎、欸，这个差很多哎、欸，差很多、嗯，只用3分钟而已。我来示范给大家看，3合1的气垫粉饼，它一颗呢就可以完成我们隔离，还有粉底、遮瑕、唇彩，还有我们的腮红，很轻松的打开，然后稍微旋转一下。传说中的智慧旋转，智慧旋转，你看里面就有遮瑕，加上唇膏，还有腮红。这是我自己包包里面的化妆包，因为里面有太多那种什么隔离霜、粉底液等等，因为口红我们可能就是要好几支在那边替换了。它里面就已经含有基础的防晒系数，就是粉底液的话是 SPF 的35，遮瑕的话是 SPF 的50。因为像我这一边有黑眼圈，然后有一点那种小红点啊、泛红啊这一些，或者是法令纹这一些，我就是用轻拍的方式。那我觉得你稍微轻拍就可以看到他脸上有那种光泽度，马上就起来。真的，里面呢它就有包含了那个雪绒花，哇，然后还有光果的甘草萃取，看起来还有点光泽感，可是看起来又像没有化妆。没有没有，那其实我觉得它长时间不脱妆，然后不泛油光，这个就厉害了，保持肌肤的一个亮白。它其实是轻油性的一个粉体，它可以就是长时间呢帮你做一个控油定妆。那特别现在我们就是大家你知道口罩的生活来临嘛，稍微这个痘疤这边遮一下，泛红这边稍微遮一下，一下就遮瑕了，对啊，那个红点都不见了，真的。然后像比如说鼻子，我就会打亮，对，我就会稍微再让它提亮一点。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可能看到这个颜色，它可以做就是我们的腮红或者是口红。看我只弄这样一点点哦，它可以当腮红哎，我就是这样子就让它当腮红，好自然哦。很好看，很好看，就是这样淡淡的，哇，气色很好，淡淡的，对对，粉嫩粉嫩，然后再来嘴巴，白里透红，点个几点，你看这样就快速完成我们韩系的一个清透妆，厉害，对。哎，这个差很多哎，差很多。里面呢，它有一个就是独家的一个科技，叫做微针科技。它其实这个科技就是我们头发的千分之一这么细，想要把它纳米化，就可以透过这一个你轻拍的这个过程，把精华送到你的肌肤底层。你只要3分钟，或者是快速补个30秒，马上就可以出门了。